它性价比高，然后现在在市场上不多，但是好喝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金，今天我要推荐一些性价比高的威士忌。逍遥汽车波旁威士忌，鼻子巨丰富。Easy Rider， 它性价比高，然后现在在市场上不多，但是好喝。它就是有一点点芭蕉，有一点点肉桂，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干水果，还有一些丁香。好，问到大家，我推荐了几个不赞助我、不给我钱，但是我在办公这边我有的酒，我自己会偶尔经常 OK 经常去自己拿一杯自己喝，还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很高。然后我就是要问你们，你们觉得市场上什么 whisky 还是什么口粮酒就是性价比高？然后这个的话，如果可以推荐，如果我找到一个我从来没喝过，我发给你一瓶 whisky。如果大家有一些对于 whisky 的问题，你可以在评论区写一下。谢谢大家 ，and I'm gonna 干杯 with it。